咬他，他经常踢你，你打他，咬他，咬他，你看他跑了吧，咬，咬他。起来，干活去。我今天不舒服，我不去，你自己去吧。不舒服？看你就知道玩吧。小浪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打我哥。我不欺负我。你这样是打不赢他的。那怎么办？你看，降龙十八掌。大哥，这武功秘籍啊，这个我在电视上看过的。对，你真聪明。只要你学会里面的东西，以后你说一，你哥不敢说二。你叫他往东，他不敢往西。我是你的鬼，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我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大哥，你借我练一下嘛。练一下不是不可以。哎，小罗，你家那个腊肉味道挺不错的吧？啊，腊肉啊！哎，大哥，你等一下。大哥，给你。哎，这个你练完了只能使用两成的功力，要不你哥抵不倒。啊，哥，慢走啊。好，对了，小龙，你练的时候对着那棵芭蕉树打，如果那芭蕉树动了，就说明成功了。你不是不舒服吗？你做饭了没有？大宝，我警告你，下回不用这口气跟我说话了。打他！打肥了嘞，没大没小的。停！我不想伤害你。还是把子打了？脑瓜子又嗡嗡的吧？我都跟你说好了，我不想伤害你。啊！小龙，小龙，啊！一听见这些没用的，我不想伤害你，还降龙十八掌，还想冲下去是吧？大肥了是吧？没大没小的呢。